欢迎观看曹操大哥短视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准女友的面试阴差阳错变成了我被面试，最后还暴露出了她的身世。你就是李梦琪。嗯。那你是她什么人？哎，对。现在发传单的也给自己配私人助理，你做自我介绍吧。嗯，你好，我叫李梦琪，我是毕业于武汉大学，学的是。经理刚跟我说，今天来面试的那个林梦琪是股东林总的女儿，自己看着办啊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随便出来一个面试都能遇到持股的公司，什么家庭啊？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您多包涵，您多包涵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工作我不要了。别啊，要不我给您谢个罪吧。嗯。这把你送走，这企业文化，这不要了，你别信呀，跪下了。哎，烦死了！你说我好不容易找个兼职啊，又泡汤了。你说我爸投资那么多公司干嘛？你瞅瞅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哎，我想到了，我还有一个兼职可以做。行，果然，哎，炸！你好，代驾为您服务。啊，行。你这个车怎么挂档？会挂档，我教你啊。哎。